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宅男鸿飞，我现在在辽宁省的抚顺市。然后这个位置呢，我第一天来过，但是呢，我不知道这是哪里，不知道这叫什么地方，因为这跟我第一天来的地方不一样，因为第一天来没这么多摊位啊。今天的摊位，怎么突然这么多呢？是不是因为今天星期天？还不聊那些了，我饿了，我想吃四季面条。我不知道和沈阳的一样吗？因为我想吃那个鸡架，不知道这有没有，看一下。哇、哦，好多人呢、啊，人好多啊。好的，这就是我点的这个大肉面。哎呦，看起来不错，肉还挺多的。然后这个是鸡架，它这个是熏鸡架，熏的，跟沈阳的味道不一样。怎么说呢，另一种风味吧。这个是多少钱啊？我看一下啊。面是12，熏鸡架9块，一共21块钱。还有一点蒜，吃面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放点辣椒，尝试一下这个辣椒。这个好像是泡椒。OK。这是豆瓣酱，说实话味道有点淡，所以我就要放点。这个是烟熏的。
请九十八号顾客取餐，请九十八号顾客取餐。这个是我们的。